电视剧《住在我隔壁的甲方》是由谢冰冰、王子璇领衔主演的芒果 TV 自制剧。该剧讲述了能力强、智商高的腹黑甲方李泽南，因一次意外与初入职场不怕甲的元气乙方成为邻居。在不断的互怼过招中，两人逐渐被对方吸引，从甲乙方到恋人的甜蜜爆笑故事。该剧于2021年11月27日在芒果 TV 独播。